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大家来逛夜市的时间。那今天冰箱在嘉义的文化路啊，因为今天来嘉义办护照啊，那就顺便逛一下这边的夜市啊，那我就带大家看看吧， Let's go。阿霞火鸡肉饭好像很厉害，一堆人排队。
嘉义文化路夜市大概就这样，现在人潮当然疫情之后就没有以前那么多。然后因为文化路夜市它那个没有管制车辆，它比较像我们台中的中华夜市，所以车子还是可以通行的啊。然后就是走在路上逛夜市要小心车子啊，因为车子经过还蛮危险的。好。那今天绕了一圈，其实发现说也还好啦，重复的东西很多。然后嘉义文化夜市烤肉蛮多的，嘿，那其他的就是我觉得都还好啦。然后那个林聪明那个人潮实在太可怕了，好，那应该这边排队应该都是当红的店啦。OK， 那就是今天带大家到嘉义文化夜市绕一绕，哦，那。影片就到这边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